哎，你说现在的人想赚钱可真是容易啊！你看那边，还有卖笑话的。怎么样，好奇吧？我们过去看看。你这生意怎么做呀？我是卖笑话的，10块钱一个，不笑不收你钱。你过来。故事衣柜里，已经没有人会在意。视线停留在你倒影，爱不再清晰，不再有意义。你最喜欢的人是谁？最喜欢 Spider-Man。眼神痕迹怎么不得？提醒所有那些曾经复杂的旋律，现在这是我相信爱情没办法逃离，忘不掉的是先离开的，是没有喂，你拿了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走就走了，我的心这次换我来追你好不好，那谁说爱情是个笑话。